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Ruby 右希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的话，我出的是90年代香港女明星的仿妆，那时候的女神都超级的美。我心中的女神是李嘉欣，你心中的女神是谁呢？记得要告诉我哦。今天的话，我出的就是李嘉欣在《妖兽都市》中的妆容。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吗？没有看过的宝宝，记得要去看一下哦。那么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Hello，那我们第一步开始了，先用的是兰蔻的粉底液。上妆我使用的是 Beauty Blender，这个海绵布的话真的很软，但是我第一次使用它清洗的时候，它会掉色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不好。第二步的话是使用遮瑕。对了，90年代的电影的话，我非常喜欢周星驰的，满满童年的回忆。我男朋友的话更喜欢《古惑仔》系列。你们90年代的电影有哪些喜欢的呀？说来让我听听。一边遮了黑眼圈，一边没有遮，现在看起来的话，这边精神了很多。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，用的是 Kate 的黑色的眉笔。李嘉欣的眉毛在《妖兽都市》中是稍微偏平一点。我个人最近比较喜欢偏欧美一点的眉毛，所以我把眉毛剃得眉尾都没有了，这样看起来的话有点像柴犬。我觉得李嘉欣在《妖兽都市》中真的是超级的惊艳，又帅气又漂亮。再用一下眉毛雨衣给眉毛定型，使眉毛更加持久一些。眉毛已经画好了，今天的眉毛稍微画的浓了一些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感觉就是浓眉大眼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画眼影。眼影的话，今天我选的是巧克力盘中的几个哑光的大地色。90年代的港式妆容重点就是哑光的眼影，但是我个人平时比较喜欢 bling bling 的感觉。
哎，对，王牌你们有看吗？朱茵和李若彤去了，她们真的超级的美。下一期90年代香港女明星仿妆，你们想看谁？记得一定要告诉我哦，朱茵还是李若彤呢？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很感谢你们能看到现在。下一期香港女明星仿妆，想看谁？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记得点一下赞，记得订阅佑希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